叫孔德武，来自中国。我在这个就是北京烤鸭店已经2年了。今天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包饺子，中国的蒸饺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面和到这个程度，醒一会儿就搁着。这边鸡肉、虾仁儿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亲爱的，来跳个舞，爱的春天。把肉馅儿剁好的肉馅儿和虾仁儿倒到盆里，五香粉，葱油，香油，生抽，和匀以后，把这和好的面拿过来。秋叶落成堆，能陪你一起枯萎也不会。等到秋风起，秋叶落，下成剂子，连上压饼，压完饼擀皮儿。现在就开始包了，头一步很多包法。放到这里就是念，念住过客的思念。啊，这个包好了，这么嘛就得放锅里蒸，锅里添上水，大约蒸20分钟。大蒜。这个大蒜就是8成半剁成蒜末，假如就是这个吧，放在碗里剁碎。香油、香醋、生抽，好了，这个就可以蘸饺子吃的。祝你胃口好。在这一刹那冻结的时间。